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智趣味创意画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幅测试性格的图片。图片中呢，有两位妇女和一个儿童。请问呢，谁才是孩子的母亲呢？这道题呢，有三个选项。A 是孩子的母亲。B 是孩子的母亲。C 呢，是两个人都不是。请把你选择的编号呢，分享到评论中。然后我来告诉你答案，我会把答案分享到视频里，请大家及时查看。给大家几秒钟时间观察，之后呢，我来公布答案。好了，时间到，我们来一起看答案。